耕耘后的收获是甜美的，努力后的代价是值得的。2000多个日子，潮心记录着你们的读书声与汗水，证明你们曾经努力过。现在我们请校长颁发毕业生代表陈万红毕业证书，毕业生请起立。陈万红请上台。毕业证书，学生陈万红，中华民国1996年1月3日生，在本校修业期满，成绩及格，准予毕业。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，给予毕业证书。此证，彰化县社头乡潮兴国民小学校长萧建志，中华民国108年6月19日。颁发全体毕业生毕业证书。现在我们请校长颁发毕业证书。毕业生萧成瑞，请上台。欧义宏，请上台。萧敬杰，请上台。那个家长可以来前面照相哦，家长可以过来没关系。赖崇瑞上台。赵家贤请上台。请上台。那所有的家长可以到前面来拍照。陈正成，请上台。陈元玉，请上台。唐慧珊，请上台。马云雪，请上台。康佩琴，请上台。陈佑珍，请上台。翁佩环，请上台。